时间走进九幺七小燃包星星，在这我是笨蛋的九幺主播林和英，同样是会唱歌跳舞的主播，希望点点关注。那大家第一支舞蹈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你们知道大家点关注吧？知道我就不说了。今天主播宁回音是一位唱歌跳舞的女主播，这个女主播，主播是哪里人？主播是你心上人，主播是湖北人，你想让主播成为你的心上人吗？好，跳下一支舞蹈啦，想要点点关注啦，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星星秀，喜欢主播点关注，喜欢频道点点分享哦，把我们的九九二官评分享到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，让更多人看你们九九二频道。
这舞蹈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跳一个，跳一个，跳一个这个吧。Come here, welcome to the real man's world. Life is just a full of questions with no answers. 그모든질문들에답난준비돼있어找不着了，跟他随便找个歌，别给我找了。谢谢发发，谢谢。但要做场控的私聊我们四号麦小哥哥，要做场控的私聊一下。对，九九二关屏，大家要做的可以私聊一下小哥哥。不要再看了。主播多大了？主播 F1 到 F9。Just
感谢大国王小哥哥，感谢大国王小哥哥，好奇怪、啊，感谢大哥送的比心 ，thank you。然后喜欢直播点点关注，刚才一只航母带给大家，感谢刚才米儿小姐姐送的小礼物，咱们把麦上主播点一点，都是非常优秀的主播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喜欢频道点一点分享。好热，一边流汗一边吹风扇，舞蹈主播的日常。那跳最后一支舞蹈，喜欢点点关注，然后以后我们回家接着开播的，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喜欢频道点一点分享，更多人看见我们官方频道992频道。我们跳个慢一点的吧，我现在有点懵逼，找一个歌看你们。난 느낄 수 있어 내가 널 원해